哥，你那西瓜好好拿着，别掉了。完了。来来来，你咋想的？盘点全网搞笑的乌鸦嘴。那西安那个都为了办人，没事，就这个。你看前面的帅哥，清爽帅气；看帅哥的发型，清新有型。张颖清新者李帅，清新。好厨子！哎呀！我刚转身说完“好厨子”，背后咔嚓嚓一声。我再一回头，那个笨蛋！我去，下个班还得住房，搞得待会要开会一样。好吧，那我们下班吧。哎哎，吴总说还没走到，等会儿留下来开个会。啊，我先回来。你们两个小心点，别摔了。哎呦！哎呦！一刻都不能放松，因为这在干嘛呢？太重，太重，太重！那你放到地下，你打碎了怎么办呀？朋友，你的嘴太重，太重！那你放到地下，你打碎了怎么办呀？哎，好想停电啊！这样就不用上班了。大哥，你那西瓜好好拿着，别掉了。完了！来来来，你咋想的？你电脑开这种软件不会卡死吗？怎么可能？他妈周六晚上就吃了，爽死你！Nice！ 小牛那会穿靴子，头戴的垃圾。好你锤子学学鸡毛学啊你可说我会哆嗦啊布了高温蓝色预警，高温天气很容易出车祸呀。我们现在就站在国贸地铁站的前方，现在是下午2点钟，让我们实地看一看现在北京市气温达到了多少度。这个雨大的，谁敢这个时候出来骑电动车？这个人就是海鸥啊！嗯，海鸥。但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。这个人就是海鸥啊！你小心，别等到摔下来。小偷啊！我跟你说。Later。这台辽 AQ 87-19这台车，因为过了时限，就往回倒了一点。现在它挂着倒档，等一会儿变灯了以后，看能不能一脚油门闷上后车。后车是一台特斯拉电动车 Model S。哎呀，拭目以待。真干上了，我操，真干上了，女人才。你干啥呢？我在等我的6个姐姐来接我回天上。我没有翻天的面子吗？他们给我发了工资了。我们已经到这儿了，还有5个。我跟你说，你说这话丧良心会招雷劈。姑娘，你这嘴开过光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说这话丧良心会招雷劈。